那没办法，那我们先看入围名单再说。接下来再一次的麻烦小齐哥，2018 Hindo 流行音乐奖最受欢迎男歌手，请看。2018 Hindo 流行音乐奖最受欢迎男歌手入围的有 毕书尽。哇，毕呢在台北小巨蛋开唱之后呢，马上今年要前进高雄巨蛋，恭喜毕书尽。小雨宋雨，在过去一年所发行的作品，不管是创作不管是制作，打造出他自己最想要的音乐风格，恭喜小雨宋念雨。李荣浩，男友力非常强大的李荣浩，歌唱力也是不容小觑，恭喜李荣浩最受欢迎男歌手入围。林俊杰，得主，同时也入围了我们最受欢迎的男歌手，恭喜 JJ 林俊杰。陈奕迅，是的，台上台下个性一样可爱的 Eason 陈奕迅，携着这个新专辑的威力，也顺利的入围了最受欢迎男歌手。潘玮柏，哇，强势回归的潘玮柏，这张新作品非常洗脑的 Monico。哇，掌声鼓励。